大家好，我是吴宇。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大家好。这些你不觉得吗？刚才那个主持人说我是显眼包，对，一上来之后我立刻就不像了。怎么了？我觉得，深深你应该说尊嘟咋嘟。但是我发现是你尊的是显眼包。尊嘟。我们来看啊，就刚才从这个打招呼的方式就可以看到，说这个吴宇确实是。遛遛狗都是很 solo 的这个活动，好想问问你，是来了抖音之后，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什么？这个我从这个抖音是个非常棒的，让我作为一个 AI 大家走得更近了。在音乐会上呢，我很难去真正的听众交流，所以但现在有那种会播放，会各种各样新闻的评价。就好比很多的这个，怎么说呢？我也会点开那些头像去看看，什么样的声音，这种演奏者和听众之间的连接，让我非常的珍惜。我想有一天我们在抖音上举办音乐会，但是我好像举办了一次，刚刚开播大概刚上抖音一个月。对对对，我刚刚开播抖音账号，所以呢，我会努力。大家，刚刚在走路，今天非常开心，与周深一起合作音乐，相信你会有很多的时间。哎，谢谢王老师，谢谢。那我就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账号哈。周深，你在上一个就是之前播的一个综艺当中，会当主持人，对你刚才非常。所以它可以赚到很多音乐的成分，而且我自己有一首歌《好好生活就可以好好生活》，里面写了就是我们很多广大的我们都从抖音那么多里面的评论里面去摘取中间，然后去变成歌词的一首歌，里面就有非常多非常感人的地方。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一个独立旋转的一个行星的话，那么抖音它有这样一个非常厉害的吸引力，让我们在一起去创造更多的美好，更多的沟通和沟通。所以非常感谢抖音，谢谢。时而可爱，时而高亢，时而柔美，然后时而凌厉。刚才的 Golden Hour 是一个非常高亢空灵的，可不可以用非常可爱的周深的声音唱一句这世界本美好奇妙？这个声音就已经很可爱了呢。来一个可爱的周深的唱一句这世界本美好奇妙，要不要？你找一个角色，深深你找一个角色，找一个你声音。明天跟我吃饭一下吗？没关系，我有听到现场去唱歌。不是夸掉的，这是夸掉深深主持人的功力了吗？对不起，因为这世界美好奇妙哦。但是我觉得我希望他能够像吴老师这样有优雅的一个，要算一个声音在里面。如果是非常优雅的感觉，会怎么说？这世界美好奇妙。哇，太棒了！所以不同的声线，不同的享受。也希望我们都能够从刚才那首歌当中找到力量，找到属于自己的黄金时刻。说得太棒了，而且呢，当然我们在大家的视线当中，在大家的视频当中都可以听到很多的故事。刚才在过程当中，相信很多人都回忆了很多的片段，相信很多故事。下一个女歌手，她的声音也是非常有故事的。